柳如烟并不爱我，她嫁给我的条件是，一旦她的初恋回来了，我们就要立刻离婚。结婚十年，我宠了她十年，而她等了十年，终于她的初恋回来了，一纸离婚协议书丢在了我面前，我咳着血，释然的签了自己的名字。柳如烟，你的恩情我还完了，我该走了。结婚十周年那晚，柳如烟没有回家，这是她第一次在结婚纪念日夜不归宿。往年她无论多忙都会回来，而我会准备好红酒、蜡烛，跟她浅饮一杯，让她忙碌的心可以在家中放松片刻。今年的纪念日。 他从早上匆匆出门就再也没回来过了，也没有给我发过任何消息。我只记得他早上离开的时候满脸的紧张和惊喜，仿佛他不是三十二岁的公司女总裁，而是二十二岁的怀春少女。我意识到他爱的男人回来了，心脏紧了紧又缓了下来。我释然的笑了。我早该料到今天了，也早已想好了如何面对。我离开便是。取出抽屉里的癌症诊断书，我轻轻地咳嗽起来，喉咙里涌起了一股腥甜味。癌症晚期没救了。先前还想着我要是死了，柳如烟会不会痛哭流涕、伤心欲绝呢？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十年婚姻并不能阻断他对初恋的念想，他始终没有把我当丈夫。十年前，柳如烟就跟我约定，只要他的初恋回来了，我们就离婚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因为我要报恩。我犹记得那场车祸中的满地血浆以及刺鼻的汽油味，我的父母和妹妹躺在我身旁一动不动，血肉模糊。现场除了不断露出的汽油，就只剩下绝望的夜色。柳如烟就这么出现了，他还戴着机车的头盔，用尽全力将我一家往外拖。我在迷糊中看到了突兀窜起的火苗。 车子或许要爆炸了，可柳如烟没有退却，他咬紧牙关，用沾满鲜血的手把我一家人挨个儿脱离了险境。车子没有爆炸，但那场大火烧焦了我们用全家积蓄购买的汽车，也烧毁了我的人生。爸妈和妹妹抢救无效死亡，我在医院裹着厚厚的纱布，像木乃伊一样躺着，呆滞地看着天花板，流了许多天的泪。柳如烟又来了，实际上他一直都在，是他垫付了医疗费，是他帮我找了护工。他虽然看不到我纱布下的脸，但会跟我对视，带着鼓励的笑。他笑得很好看，在那无数个绝望的夜里。 在我一次又一次想自杀的梦里，我总能想起柳如烟的笑。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她避免了我家人在车祸中被烧成灰烬。她是那天夜里的一抹光，追随着这抹光，我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，扛住了病痛带来的所有折磨。终于，我能出院了，脸上的纱布也解开了。我伤痕累累，万幸的是，脸上只留了几道小伤疤，并不算丑陋。出院那天，我以为柳如烟会来看我，但她并没来。数月后再遇见她，她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，而我正在用还算可以的嗓子唱着情歌，赚点吃食。 柳如烟一眼就锁定了我，他醉醺醺过来勾我下巴，小帅哥唱的真不错，来陪姐姐喝酒。我有点发呆，没想到我的大恩人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我默默地陪他喝酒，他越喝越醉，最后哭诉着他爱的人出国了。我问为什么出国，他不答，只说这世上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人太多了。你的声音很像他，我会常来找你。柳如烟把我当成了他初恋的替身，不对，应该是替身。他每晚都会来听我唱歌，给我不菲的打赏，有时候还会拉着我去吃宵夜，而我贴心的照料他，让他在夜里能开怀畅饮。 天明又能在酒店里舒舒服服地醒来。一来二去，我们熟络起来。他渐渐把我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。深夜难过的时候，会扑在我怀里，问我怎么对他那么好。我心想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我怎能对你不好呢？当然，我没说，我只是开玩笑。你给的钱多，我自然对你好。他也笑，又开始跟我抱怨家里的催婚，催得他脑袋都要炸了。我便打趣：“那你嫁给我好了，我勉为其难帮你一把。”他脸色骤变，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，却又忍住了。最后，他沉默地注视我许久，点了一下头，也行。你这样的好男人不多见了。 我们尝试在一起了。我由于出了车祸，身体有旧疾，干不了什么重活，也用不了多少脑子，便当起了全职主夫。我让柳如烟没有一丝后顾之忧，可以尽情沉醉在她热爱的工作中。她相当满意。当然，他并非爱我，只是觉得我实在是个可靠的好男人。于是我们顺理成章的结婚了。那晚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喜欢柳如烟的，喜欢这个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女人。可他并不开心，他之前觉得结婚无所谓，走个形式罢了。可真到了这一刻，他又后悔了。神圣的婚姻终究不是找个饭搭子。 他想要的另一半是那个他，所以柳如烟说出了一个条件：如果我的初恋回来了，我们立刻离婚。好的。思绪回归，夜色愈浓，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。我又咳嗽了起来，喉头里的血腥味越发浓厚。我该去治疗了，这样还能苟活一段时间，可以享受一下生命最后的时光。我开始等柳如烟的离婚协议书，只要离婚了，我就能走了。天亮的时候，高跟鞋的声音传来，我从噩梦中惊醒，扭头看向门口，才发现脖子酸痛的厉害，内脏也在绞痛。原来我靠着椅子睡着了。 面前桌子上的红酒和牛排一点没动。柳如烟推开了门，她早已变得成熟锐利，像个驰骋商界的女将军。往常她回来必定带着一股未褪去的飒气，进门就说好饿，我便会为她做饭，同时放水给她洗澡，再准备好草药给她泡脚，为她按摩肩膀。可今天她回来，并没有说好饿，只是一边脱高跟鞋一边哼曲儿，连我在等她，她都没发现。回来了，我笑了一声，干涩的嘴唇一张开，却溢出了血。我忙用纸巾捂住，假装擦拭油渍。柳如烟抬眼看我，笑容收敛，也不哼歌了。 只是神色复杂，纠结无比。显然他要跟我提离婚了。只是我照顾了他十年，把他宠得像女儿，他不太好意思开口。毕竟就算是一条狗，养了十年也是有感情的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我这个人也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也没提。我带着莫名的情绪问他，一晚上不回家去哪了？公司忙。柳如烟移开了视线，撒谎信手拈来。我哦了一声，起身去准备早餐。他只喜欢吃我做的饭，保姆做的吃不习惯。季伯达，你不累吗？柳如烟突然问我。我只不看他什么累，你照顾了我十年，几乎是我的佣人。 你比家里任何一个保姆都更像保姆，你不累吗？她嘴唇微抿，不累的我当你的小白脸挺开心的。我轻笑，笑声扯动了胃，一阵反酸袭来，我没忍住咳了起来。感冒了，柳如烟走前了两步，但又停下，仿佛要跟我刻意保持距离。我心里有刹那的难过。若是以往，柳如烟必定会上前来摸我额头的，哪怕我是个大男人，没事，你歇着吧，我做早餐。早餐做好了，柳如烟正在看手机，见我出来了，不自觉的将手机收了起来。手机界面上好像是聊天记录吧，我让他吃早餐，他习以为常的吃了。 又一次用纠结而复杂的眼神看我，我跟他对视，沉默不语。或许我该主动开口的，免得让我的恩人愧疚。可是我又在幻想什么呢？幻想他会为了我抛弃他的初恋吗？有点可笑。最终，柳如烟开口：“那个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”我身体莫名一松，脊背弯曲了一下，但我马上又挺直了腰，打趣道友：“友他回来了。”柳如烟嗯了一声，看向了别处。我想挤出笑来，可脸颊是干硬的。我提高了语调：“十年了，你还忘不了他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柳如烟皱了一下眉头。我的意思是。 我的话断了，因为我竟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。柳如烟眉头皱得更深，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看出了我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这让她有些恼怒。于是她摆出了女总裁的冷然姿态：“季伯达，我从来没爱过你，请你遵守约定吧。”清晨的寒风从门外灌入我的身体，骤然冰凉，止不住的激烈咳嗽起来。好，离婚协议书是第三天拟好的，柳如烟已经不回家了，她让秘书将协议书交给我，并监督我签字，不要耽误了。季先生在这里签字，一个月后跟刘总去领离婚证就行了。秘书小林指了指协议书的空白处。 他的表情也是复杂的，有些同情地看着我。我缩在沙发里，有气无力地点了一下头，随后缓缓坐起，手指一直在抖，好累，并非体力流失的累，而是生命流失的累。我抓起了笔，扫了眼协议书。柳如烟对我很大方，她将这栋别墅留给了我，还额外,外分了五千万给我。季先生，这里还有一个条件，请您看看。小林指了指一行字，我看过去，沉默地压住了笔尖。离婚后，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出现在女方面前，否则视为违约。又是一个新条件啊！身体的疼痛被莫蒂唤醒了，我大口喘息起来。 死死抓住心口，要将癌症带来的痛苦撕碎。季先生怎么了？小林吃了一惊。我低着头，呼气，缓缓地签了自己的名字。每写下一笔，都是在跟过去的十年告别；每写下一笔，都是在划掉柳如烟一针针的音容笑貌。等终于写完，我恢复了平静，抬头一笑，签好了。小林收起了协议书，迟疑开口：“季先生，莫要过度哀伤。其实我觉得刘总是喜欢你的，只是他困在过去，走不出来。他的爱情停留在了十年前。”小林不只是柳如烟的秘书，还是好朋友，知道很多事情。 我摆一下手，可别瞎说了，免得刘总扣你工资。去吧，我下个月会跟刘总去领离婚证的。小林叹了口气，拿着协议书走了。等他关上门，我全身一松，仿佛一滩烂肉融进了沙发里。太累了，太痛了，我不会活不到领离婚证那天吧？签了离婚协议书后，我跟柳如烟算是了断了。十年夫妻一日断，也是早已预料的事。那么我的恩情也还完了。我用十年青春将柳如烟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从未让她吃过一点苦，并且在今天放她自由。我仁至义尽，甚至可以说是功德圆满。 这么想着，我自嘲地笑了一声。我真善良，死后必定成佛的阿弥陀佛。大门忽地被推开，有人打开了密码锁。我们家都是人脸验证，很久没人用密码了。我扭头看向门口，只见一个穿着休闲装、英挺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目光转动，打量着别墅里的一切，并未注意到沙发上病恹恹的我。直到我出声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吓了一跳，接着玩味的一笑：“季伯达，柳如烟的丈夫。你似乎男子气概不足哦。”我病了，确实没有气势了。伊藤诚，我眯了一下眼睛，意识到他就是柳如烟的初恋了。 是我这栋别墅是我当初跟柳如烟一起挑中的，挺怀念的，所以回来看看。没想到他还没改密码，密码一直是我生日。他真是个念旧的人。伊藤城解释，指了指密码锁，他的表情有点骄傲。那十年未改的密码成了他胜利的冲锋号。我紧了一下手掌，密码是伊藤城的生日吗？我记得当初我问过密码的事，柳如烟说是随便按的数字，懒得改了。这一懒就是十年，我尽了，我被自己蠢笑了。摇了摇头，你难得回来就多看看吧，我待会儿就改密码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伊藤城挑眉看我。 他以男主人自居，自然不会乐意我更改密码。我跟柳如烟离婚了，这栋别墅归我。我站了起来，尽量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姿态。我也是高高帅帅的人，不比伊藤成差。可惜患了癌症，气场不足，是吗？伊藤城的嘴角勾起了笑。季伯达先生，我不缺钱，但这栋别墅是我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我多给你点离婚费，你把别墅留下。不行，我直截了当的拒绝了，并非我贪恋别墅，而是我快死了。我早已没了家，这栋别墅是我唯一留恋的地方。我死在这里也算落叶归根了。你要知道，柳如烟爱的是我。 我随时可以让他赶你走。伊藤城冷下了脸，他对我不屑，但我毕竟拥有过柳如烟十年，所以他对我有怨气，他在故意找茬。离婚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这栋别墅归我。我再次强调，漠然地盯着他。伊藤城嗤笑：“你一个软饭男还挺犟，不知道你爹妈怎么教的？他们教你吃软饭的吗？”我瞳孔一缩，嘴唇猛地抖了一下，立刻道：“闭嘴，滚出去！”伊藤城勃然大怒：“你叫谁滚？”他向前一步，挑衅地推了我一下，我当即站立不稳，跌倒在地，只觉头晕目眩。 本就虚弱的身躯仿佛面团般没了气力，几乎同时，柳如烟回来了。她听见我们在争吵，快步跑了进来。一进来就看见伊藤城对我怒目而视，而我虚弱的跌倒在地。我说：“哥们，你搁这儿演绿茶呢？至于这么虚吗？”伊藤城讥讽，摇头，跟柳如烟解释了一下。柳如烟眉头紧皱，朝我冷声开口：“站起来！你装什么娇弱？”她无条件地维护伊藤城，对我再无往日的软声细语。我心脏又绞痛了，喘着粗气，试图爬起来，可半天爬不起来。癌症就是这么恶心。 有时候好端端的看着像个正常人，有时候又会突然心悸体虚，跟个小鸡仔一样。兄弟，你也太恶心人了，跟个娘们一样。伊藤城见我爬不起来，啧啧两声，没眼看了。柳如烟更加恼怒，纪伯达，你搞什么鬼？丢不丢人？我犯癌了，我索性坐着了，歇口气先。两人都愣了愣，伊藤城爆笑，我说兄弟，你不会真是娘们吧？玩这套？柳如烟抿紧,紧了嘴，显得极度不耐烦。我指了指电视柜抽屉，诊断书在那里。柳如烟还没反应过来。 伊藤城已经去找了出来，看了两眼，哈哈笑，为爱晚期哟，我真尼玛服了。为了挽留柳如烟，你连诊断书都准备好了。他的意思是，我造假了。柳如烟也去看了一眼，然后随手一丢，别玩这一套，该给你的都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倒也没什么不满足的，只是这是我家，我不太欢迎那个男人。我看向伊藤城，伊藤城嘴角一扯，柳如烟，这是我们当年的爱巢，你怎么能给一个外人？给他加点钱，让他滚出去吧。 柳如烟一听，皱眉不语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陪伴了十年的妻子，他也看我，目光闪烁，随后又看伊藤城，低声道：“我买了更大的别墅，这一栋留给他也没事。”不行，我念旧，这栋我要住。伊藤城很坚决。柳如烟叹了口气，目光看着别处，话却是对我说的：“季伯达，我给你一个亿，你离开这里吧。”一瞬间，我目光垂下，全身萎靡，所有力气都被抽空了。我知道，这十年的夫妻路走到头了。 我对柳如烟的恩情也彻彻底底还完了，我不欠他什么了，因为是他抛弃我的。沉默片刻，我爽朗一笑，我要两个亿。男人的青春总归也是值点钱的。好，我拿了两个亿，离开住了十年的家。最后回头看一眼，悲凉过后是释然和解脱，再无留恋了。我这十年想着报恩，可也不知不觉对柳如烟动了真情。我能察觉到，他也是在意我的，但跟他初恋比起来，我只是一条有感情的狗。既然如此。 我只当还完了恩情，一身轻松了。反正我也没多少时日可活了，何必困住自己？该享受享受了。我当晚就去了全城最大的酒吧，点了十几个漂亮的姑娘，挨个给我抱。虽然我很虚，但心可以野。有句话不是说，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吗？少年楼了姑娘，又去蹦极、跳伞、越野，怎么刺激怎么来。还别说，真够爽的，一边咳血一边爽。然后身体扛不住了，我玩了十来天，已经到极限了，不得不歇息了。 歇息了两天，我积攒了一些气力，再次出门。这次我去公墓祭拜我的爸妈和妹妹，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祭拜。只是前九年都是柳如烟陪我来的，她并不知道墓中的人是他曾经拖出火海的人，他只觉得我可怜，亲人都失去了，孤身一人。是啊，孤身一人，了无牵挂。我在墓碑前坐到了天黑，起身要回去的时候，脑袋一晕，摔倒在地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在医院躺着，偌大一个病房空荡荡的，只有各种仪器不断的响着，门外。 几个医生正在低语聊着我的病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什么？胃癌晚期？不可能吧！他只是晕倒了。”这个声音不是柳如烟，而是他的秘书小林。看来是小林把我送医院的。季伯达先生的病例早就入库了，他确实是胃癌晚期。我们此前就再三要求他住院治疗，但他不同意。医生郑重其事的说。小林难以置信，立刻拨打电话，可电话那头无人接听。完了，刘总昨天跟伊藤城度蜜月去了。 谁都联系不上他，小林急得挠头抓腮，我缩着身子咳嗽了起来。俗话说病来如山倒，真是一点没错。前一天你还活蹦乱跳的，第二天就病入膏肓了。我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没多少活头了。医生们进来了，小林也要挤进来，但被医生拦住。季先生，你必须治疗了，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方案，请你配合。医生二话不说让我签字。这世上总归是有人不想我死的，哪怕只是出于职业道德。治疗的话能活多久？我问。 不好说，但你不治疗的话，恐怕活不过一个月了、啊。医生脸色极其严肃，活不过一个月啊，那还是治吧。毕竟我还没跟柳如烟领离,离婚证呢，这该死的离婚冷静期，我接受了治疗，那是无人能懂的痛苦和折磨。每天掉落的头发和呕出的血，足以拍十部恐怖片了。等我安稳了些，小林终于能来看我了。他又急又慌，季先生，你怎么不告诉刘总啊？难怪我之前就看你脸色不对，你这这是好事，柳如烟有依靠了，我也解脱了。 我看着窗外的枯木，北方的寒冬已经留不住一片绿色的叶子了。季先生，别说胡话，刘总会担心你的。对了，他去度蜜，去出差了，忘带手机，联系不上。小林撒了个漏洞百出的慌，我没忍住笑出声。我懂，他跟那位伊藤城去度蜜月了，他玩的时候向来是一心一意的，你联系不上他的，我对此深有体会。以往我跟柳如烟出去游玩，他一旦进入状态，只会玩，完全不管公司的电话，谁也不能打扰他。 我有时候让他顾一顾公司，他却有理有据。难得出来玩，还要顾着公司的事，还不如不出来呢。再说了，我是陪你出来玩的，我现在只顾你。柳如烟以前也是会顾我的，现在他只会顾伊藤城吧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刘总真的很关心你的，他特意让我去公墓找你呢，知道你会祭拜亲人。他太忙了，今年没法陪你去了。小玲继续解释，原来柳如烟记得我祭拜亲人的日子啊，只是今年他要陪伊藤城了。小玲。 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柳如烟去陪伊藤成了，我又不生气，我真的不生气，一点都不生气。男人就是这样，一旦看透了，看淡了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就像量变引发质变，不会回头，不会留恋。更何况我都要死了，一个将死之人还在乎那些情情爱爱作甚？季先生不生气就好。其实我觉得刘总跟伊藤成不合适，刘总是个强势的生意人，伊藤成也是强势的生意人，他俩在一起恐怕合不来。小林煞有介事。 听说他俩十年前分手，就是因为性格不合。打住，可别唱衰人家了，人家郎才女貌，哪轮到你来反对？我抬了一下手。小林反驳：“我不是唱衰，我就觉得你更适合刘总。刘总需要人宠着爱着，他其实像个小孩。”是啊，他像个小孩。我记得他找不到高跟鞋的时候，会气得在楼梯上跑来跑去，一边大骂别墅太大了，一边喊我：“季伯达，季伯达，我的鞋呢？我的鞋呢？看看电视柜下面有没有？”我才帮他签完公司的文件。 塞进公文包里，柳如烟跑去电视柜找，还真找到了。他又往起脸看楼上的我，你藏起来的，故意逗我玩是不是？你昨晚喝醉了，回家乱踢，踢进电视柜的。我下楼将公文包交给他，他想了想，不好意思的吐吐舌头。哎呀，忘了。他说着打开公文包看我签的文件，越看越满意。季伯达，你真不错啊，滴水不漏的，字也漂亮。我感觉你当家庭主妇真是屈才了，去当我副总得了。他不止一次邀请我了。 其实我自认有点本事，毕竟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生，也擅长金融。但我知道柳如烟并不需要副总，她更需要一个后盾，一个能帮她找高跟鞋、帮她收拾文件、围剿、帮她熬一锅粥的后盾。你跟个小孩似的，我还是在家里照顾你吧。我当时是这么说的，还摸了摸他的头。他没有抗拒，给我一个白眼，喜滋滋的出门去了。如今他断然不会给我白眼了，更不会允许我摸他的头了，因为他是伊藤城的小孩了，而我解脱了。 不养小孩了。出院的第二周，我的情况恶化了，医生下达了三次病危通知书，吓得小玲都哭了。好在我都挺了过来。季先生，你挺住啊！我再帮你联系刘总。小玲急得团团转，想尽各种办法联系柳如烟。我一动不动的躺着，只觉得跟吃了毒蘑菇一样，面前全是奇怪的东西，连天花板都在动。终于，小玲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我找经理联系一下伊藤城，他有伊藤城的名片的，只要联系上了伊藤城，就能联系到刘总了。 小林真是个天才，他立刻找经理了，一通电话叽里呱啦。我感觉晕乎乎的，也不知道他在叽里呱啦什么。半晌后，他的声音激昂起来：“是伊藤城先生吗？我是刘总的秘书，请将电话转交给刘总。”伊藤城照办了。小林的声音更加激昂：“刘总，可算联系上你了，你快回来，季伯达要死了。”柳如烟没回应，估计有点猛。小林就把手机贴在我耳边，催促我说话：“季先生，快说话啊，我还有点神志不清。” 身上插着的管子让我痛得麻木了，我嘶哑的开口：“早点回来领离婚证，不然我死不安生。”季伯达，你搞什么鬼？明知道我在跟伊藤城约会，你还打电话过来？柳如烟的声音冰冷一片。我啧了一声，病痛之余还冒出了一股火，可不等再说，柳如烟又道：“不要打电话来了，你必须遵守约定。”他挂了电话，小林急得冒烟，再次打过去，可没人接听了。他一阵哀叹，苦恼的抓自己头发。我斜斜眼。 第一次觉得柳如烟这个小孩烦人，不知道是第几次从阎王爷手里活了过来。今天是难得的艳阳天，我的精神竟也好了许多。小林又来看我了，见我气色好了，不由一喜，随即黯然。将死之人，气色好了，大抵是回光返照了。回光返照了，那就是真的要死了。离婚冷静期过了吗？我的声音仿佛漏风的破布，嘶哑难听。小林看了一下日期，还有三天才过，三天后我就能跟柳如烟正式离婚了。 从此再无瓜葛。好，再扛三天，阎王收不了我的。我笑了一声，给自己打气。一向活泼的小林不吭声了，眼眶却是红的。我好笑，又看看艳阳天，感觉自己气色愈发好了。那我必须干一件事了。小林，你能拿笔和纸来吗？好，小林二话不说就去找了。有了笔和纸，我可以写东西了。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就是一些遗言。毕竟我有两个亿呢。我慢慢的将遗言写在笔记本上，想到一条就写一条。 我死后把我葬在父母和妹妹旁边，地址在南山公墓六排八号，给希望工程捐款五百万，给儿童基金会捐款一千万。我的遗言挺多的，小林好奇偷看，季先生，你写遗言给刘总吗？放屁！我写了两天遗言，回光返照的效果大打折扣了，我又开始病恹恹的躺着了，动一下都痛，那种从头皮到脚趾的痛拉扯着五脏六肺，让我分分钟想从窗口跳下去，死了一了百了。可我还得等一等，等到领离婚证。 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时间到了，小玲不见了。她昨晚没有陪护，而是早早回去了。病房里很安静，我能听见管子里液体流动的声音。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疼痛了，以至于我都完全麻木了。我今天竟不觉得痛了，这可厉害了。毕竟我回光返照的时候都会痛，现在却不痛了。我稍微用力坐了起来，捏了一下拳头，有点力气。重要的是不痛了。我抓紧时间写遗言，给我老家平头村捐一条路和五十杆路灯。 给城东孤儿院捐献三百万现金以及各类生活用品。我死后若器官还能用，也全部捐出去，留点骨头给我烧成灰埋亲人身边即可。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力气被抽干，四风中枯木一样倒下。与此同时，房门被重重推开，柳如烟来了。他终于回来了。我竟凭空生出了一股力气，拉着被子盖住了全身。我不想见他，感觉见了他死都不安生。季伯达，你搞什么鬼？柳如烟缓步而入，语气冷淡。 小林说：“你得了癌症，你也上瘾了，用这么狗血的把戏。”我没有回答，躺在黑乎乎的被窝里，想着你赶紧滚吧，让我安享晚年行不行？你说话不要装了！”柳如烟呵斥了一声，“我们的约定是十年前就说好了的，你也答应的，我没有对不起你啊，对对对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所以请你走吧。”季伯达，你哑巴了？柳如烟走到了床前，一把掀开了被子，“你装病不想跟我领离婚证是吗？你到底要……”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见我了。 看见了我丑陋的秃头，看见了我凹陷的脸颊，看见了我枯瘦的躯干，我蜷缩了起来，好痛，比当年出车祸的时候还痛。季伯达，柳如烟整个人僵住了，如遭雷击。随后他难以置信的扑到我身边，全身不受控制的发抖，张嘴大喊：“季伯达，我无法回应。”季伯达，柳如烟突然大哭：“你真的病了？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这个王八蛋，为什么瞒着我？瞒着你？我不是给你看了诊断书吗？是你不信啊？还有。” 能不能别碰我了，我快痛死了！你说话啊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柳如烟还在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我直接痛晕了过去。这一次沉睡了很久，醒来的时候是半夜，我眨了好半晌眼才夺回了一点视野，依旧是病房，不过换了个更高级的病房，可能是柳如烟帮我换的，他竭尽全力抢救我，我又干赢了阎王，真牛逼！房间里的光线是朦胧的，我看不真切，耳畔倒是听见了门开的声音，有人走进来了。 我以为是护士，结果是柳如烟。柳如烟坐在床边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。我闭上眼，睫毛却很明显的跳动，代表着我的生机尚未流失干净。你醒了吗？可以睁眼吗？柳如烟大喜过望，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是醒了，可又好像在做梦。我便保持着静默，不愿睁眼。柳如烟不洗了，她用脸蹭我的手。季伯达，你真傻，离婚证我们不领了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不领了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 我在心里质问，可实在没力气问出口，所以我还是静默着。柳如烟的眼泪落在了我手背上，我这几天一刻都睡不着，我总是想着你，想着你痛不痛，想着你伤不伤心。我好蠢，放任你不管，非要去圆年少的梦，其实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梦罢了。柳如烟的泪水越来越多，二十二岁时的遗憾困扰了我一生，我便觉得这一生一定要圆梦，可等梦圆了，我才发现，在我身边的才是我最值得圆的梦。我无法回应，太累了。 也不想听他唧唧歪歪什么梦了、啊，烦人！房门又被推开了，不知道谁进来了。我听见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：“柳如烟，你这几天一直在这里，不眠不休的，你的身体吃不消的。我找三个护工轮流照顾他，你跟我走吧。”不用。柳如烟的声音坚定又固执。男人哑然片刻，苦涩道：“我想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为什么度蜜月回来后就不理我了？”柳如烟沉默了。男人叹了口气：“其实我都察觉到了，你我早已不是十年前的恋人了。” 从我们重逢那一刻起，你的心思就无法集中在我身上。但你在刻意跟我亲近，刻意找回我们失去的爱，你在欺骗自己，你试图说服自己还爱我。男人走近了两步，似乎在打量我。可是你不爱我了，或许是因为他的原因吧。我终究还是输给了这个娘们吧。闭嘴！柳如烟咬牙切齿，不允许伊藤城骂我娘们。伊藤城哑了。柳如烟又握紧我的手，朝伊藤城嘶哑的说着：“你走吧，我确实不爱你了。我被二十二岁的遗憾困住了，看不见这十年里的他。” 他要死了，我才发现我最大的遗憾不是你，是他。男人闻言默立半晌，最后颓然离去。柳如烟俯身亲吻我，季伯达，我爱的是你。呃，怎么说呢？不如让我死了吧，我真的好痛。一歪头，又晕了过去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又清醒了。该说不说，我的命真硬。小林坐在旁边，见我醒了，松了口气。季先生，你醒了就好。要吃东西吗？我今天难得有了点胃口，也许是心情好了吧。我点了点头。 小林端起早已准备好的粥喂我，将死之人，我也不在乎能不能吃粥了，反正有就吃。我艰难的吞咽着，吞了几口后，小林笑着道：“这是刘总熬的，他根本不懂做饭，熬了好几个小时，手上全是烫伤了，怪可怜的。”哦，我全给吐了出来，原来是柳如烟熬的，难怪又糊又黏。我刚才寻思是小林熬的，所以坚持吞下去，免得伤他心呢。季伯达，你怎么吐了？门被推开，不知道躲了多久的柳如烟走了进来。 他眼睛红红的，好几天没睡觉了，难喝，所以吐了。我翻身躺下了，我本来就难受，还得喝这么难吃的粥，更难受了。必须侧躺着缓解一下。季伯达，你那么恨我吗？柳如烟走了过来，小玲让出了位置。我消化不良，必须这么躺着。我背对着他，越来越难受。柳如烟吸起了鼻子，试图抓我的手，我赶紧抽开，别碰我，我皮肤火烧一样，碰一下特别痛。这些都是实话，可柳如烟越发伤心了。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一直活在过去的遗憾中。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，是我太蠢了。柳如烟泪如雨下，我听得头痛欲裂。你能不能别絮絮叨叨了？我都快死了，听你唠叨生不如死。我哀求了起来，姐，饶了我吧。柳如烟捂住了嘴，泪水长流。柳如烟的一锅粥差点没把我送走。我缓了好几天才再次有了精神。看看天气，真不错。我用力捏了一下手指，枯瘦的手背立刻绷紧了青筋。我能感受到一丝久违的力气，或许。 今天才是我的真回光返照日，那可不能错过。小林，小林，我喊了起来。小林没有出现，柳如烟出现了。他抓着我的遗言笔记本，满脸心疼的看我。长河，你醒了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眉头一皱，盯着我的遗言本，你拿我的本子干什么？我帮你完善遗言，也修改了一些，比如你说要捐献器官，我觉得没必要的。我希望你完完整整。柳如烟眼眶又红了，我的遗言让他难受了，我大为恼火。 你有病吧？我捐献器官关你什么事？我生前没啥卵用，死后还不能发挥点作用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希望你完整。柳如烟连连摆手，一脸慌张，宛如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。十年间，他从未有过这样的表情。现在我要死了，他倒是表情丰富了。可我觉得烦躁。拿过来，我伸出了干巴巴的手。柳如烟将遗言本递给我，我抓着笔开始修改他乱改的地方。我早与你无关，你凭什么改我的遗言？ 柳如烟默默看着，泪水打湿了衣领，脸上全是悔恨和哀伤。好在小林进来了，不然柳如烟不知道得哭到什么时候。刘总怎么了？小林有些吃惊。我揉了揉手腕，期待道：“小林，我今天终于有力气了，那八成是回光返照了。真正的回光返照，你快准备车子，带我和柳如烟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。我现在只剩下这件事没办了，这事不办，我死都不安逸，因为心里有根刺。”小林啊了一声，连忙看柳如烟。 柳如烟当场大哭，老公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？我们不领离婚证，求求你！她哭成了泪人，无助的坐倒在地，哪里还有女总裁的气场？可是我摇头，必须得领，这是我心里的一根刺，领了我死也开心。我裹着厚厚的大衣，戴着三个冬帽，蜷缩在轮椅上。小林在民政局走动，帮我办手续。其实手续很简单，毕竟只是离个婚。柳如烟站在我旁边，眼睛越来越红，早已哭肿了双眼。 等我签字的时候，他又一次哀求老公别离行不行？我爱了你十年了，一直都很爱你，真的。没了你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他又开始哭了，引得行人注目。不明白这个大美女跑来离婚的地方哭什么。季先生，伊藤诚已经灰溜溜回美国去了。刘总真的不爱他了，他爱的是你。小玲捏住了我的笔，阻止我签名。我头痛欲裂，你们能不能别说了？我真的要痛死了，我的生命即将凋零，你们却还在叽歪情情爱爱。 是不是没了爱情就活不下去了？我就想拔掉心中的刺，舒舒服服的去死，有那么难吗？柳如烟，我正式给你回答，我也爱了你十年，可现在我真的不爱你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扭头注视着柳如烟，用毫无感情的、麻木的眼神看着他。我就像寒冬里的枯木，只求一死，因为我受不得这彻骨的寒冷了。柳如烟浑身一颤，被我的眼神震动了，他近乎崩溃，哆嗦着嘴唇喃喃自语：“你真的不爱我了？”我用力点头。 他往后一退，差点摔倒，小林赶忙扶住他。我趁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季伯达正式跟柳如烟离婚。摇摇晃晃的柳如烟扑了过来，大声唤着老公。我竭力抬头看他，也唤他，柳如烟老公。你说你说。柳如烟抱紧我，不住的颤抖。你记得？我提醒着她，记得什么？我什么都记得，我忘不了你。柳如烟将我越抱越紧，记得签名领证，我再无气力。柳如烟彻,彻底崩溃。 放声痛哭，我闭上眼，手中的笔滑落，全身都放松了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拔掉了心中的刺，终于可以一身轻松的去死了。脑袋一歪，手掌一垂，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只是我的脸上挂着笑。爸爸妈妈，妹妹，我来见你们了。柳如烟番外，季伯达去世后，我将他埋葬在了他父母和妹妹的身边。下葬那天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大概是先前已经流干了。 有时候我会痛恨老天爷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给我留下遗憾？为什么要让我在三十二岁时弥补遗憾，却留下了更大的遗憾？可归根结底，我怪不了老天爷，只能怪我自己。那十年间，我明明有很多次机会告诉季伯达，我爱他的，我怎么会不爱他呢？最初相识的时候，我喝的酩酊大醉，在半夜的酒店惊醒，本以为自己失身了，却看见季伯达坐在床边，东倒西歪的打着鼾，他可真是个老实人。 很多女人不喜欢老实人，可我喜欢，所以我嫁给了这个老实人。这个老实人才华横溢，对商业的事了如指掌，却甘心当个家庭主夫，因为我喜欢吃他做的饭。如果不是娶了我，他应该是个纵横商界的大人物吧？看着这个大人物做的每一顿饭，我都想告诉他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他每一次的体贴入微，我都很喜欢，可我从未说出口，因为我固执的认为我喜欢的是另一个男人。我沉浸在纪伯达的温柔和美好中。 却忽略了他的温柔和美好。我傻乎乎的去圆我年少的梦，那个遗憾我一定要弥补。可是，在跟伊藤成的蜜月中，我只感受到了尴尬和排斥。我不是那个怀春少女了，她也不是我想象中的白月光了。蜜月艰难进行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可我还是固执的认为，假以时日，我们还是能回到从前的。直到我去到了医院，看见了骨瘦如柴的纪伯达，仅仅一瞬间，我便崩溃了。什么年少的遗憾，什么青春的梦想，都抛在了九霄云外。 我眼中只剩下这个将死的季伯达了。我终于知道我是爱他的，我早已离不开他了。可短短几日，他便死了，埋葬在了死寂的大地里。我看着他的墓碑，缓缓坐了下来，用脸贴着他冰凉的名字，一动不动。天空突然下起了雪，隆冬已至，彻骨的寒风从袖口灌入，我冷得全身发抖，可内心早已麻木。季伯达，你就是这般麻木的等着我回来的吧？你一定也很冷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雪下了一天一夜。 公墓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在纪伯达的墓碑前，一个土包般的积雪堆隆起，像是一个人趴在墓碑上与此长眠。全文完。